150周年，跟住有纪念车票咯，应该有啩，未有公布。开嚟睇。O K， 结果系冇飞嘅。然后收完咗批沙。总之佢就接得最听命啦，不计入得嚟。唔系啊，即系头先，即系依家 plan 咗个行程啊。好，紧要紧要。跟住嗰个时度啊，咁样。O K， 搞掂。好。冇啊！今次呢个唔等啦，走位咗啦。真系我想知道边个起嗰集，边个设计到咁鬼死烦。有排去啊！你第二卡，依家你同我整个第七卡。
在腦入面的距離和現實的距離是差好遠。唉，五位來都未到。真的好奇住這裡吵不吵都是電車，尤其是轉彎那些嗡嗡聲。哦，在這裡。这个电筒仲有唔有噶？呢电筒唔得噶啦，因为当时斋时购呢、这个。哦，呢、这个当时购，可唔可以攞嚟睇下？譬如你识整，你可以自己整。哦。呢、这个童年回忆嘅，系冇乜其他港铁嘢嘅，或者地铁。呢啲你啱啱啊？我、哦、呢、这个唔使你储住。呢、这个有啊，如果唔系咧就 Tommy 呢啲啦。哦，呢啲新嗰啲，依種啊，哦，呢、這個都有，依就係依 set 咯，啊，係啦，而家興翻嗰啲 set， 自從阿邊個賣咗廣告，你有冇而家睇個廣告話？話係啊，有個港鐵廣告咧，
畫嗰個瘦嗰畫，咦媽咪爹爹爹哋咁啊！我嗰、那個啊邊個啊？係嗰、那個間接宣傳，嗰、那個照勁啊！嗰、那個係同港鐵宣傳嗰、那個。嗯哼，同埋之前佢都有個講沙中線嗰個廣告咧、哎，都攞住呢架嘢。係啊係，佢而家興翻啲人揾翻呢啲盒嘢，我炒翻出嚟，炒翻出嚟買啫嘛。嗯，因為我自己儲嘅盒。好啦，揾翻，真係個佢個雕刻係靚咯，好冇？雖然依家冇電視唔到，哦，好感動啊！我嚟緊即係買翻童年回憶嘅玩具翻嚟咯，好冇？嚟緊，但係當然冇可能即刻。我提咗啲咩？好感動啊！你翻嚟啊！好，咁就依家係咁做翻啲舊嘢，新啲好。好有啲後悔抌咗嗰啲玩具。不過嗰啲嘢真係壞壞地都玩唔到。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想知道我啲童年回憶嘅港鐵玩具係啲咩啫？係啊，港鐵四。我記得應該冇影過啦，除一個之外。系啦，咁就都快翻翻去搞翻个嘢啦，个超级星风号，睇下唔知几时闩门啦，行快啲。咁多人啊！即係點拎翻屋企咁大嚿嘢？哇！爭啲甩手。哦，好啊。冇咗牌子喎。各位啱啱教委過啦，恭喜恭喜啊！由今日起，於知零店鋪都係極按推廣大優惠，即係於知定時間裏邊，大部分貨品買滿$100即減20蚊。係半價頂，半價真係弊。我用一間普通 Tommy 嘅價錢買架巨無霸翻屋企維修啊！32蚊啫，睇算啦，翻到屋企再搞啦。啱啱我呢架都整坏埋，对对，要拆散佢，太长，落嘢走人。哇，好型啊个站，佢哋系装修咗呢个位啫，系，系啦，呢度一样，呢度冇分别。快走啦！叫佢吞口。跟住就，baby 嘅咧，裝扮個頭盔。
應該好，跟住玩下呢個啦。好嘅，跟住就死噶啦。你一叫佢射車會射唔到，咁得意大致上就是這樣，叫做 work 啦，至少我叫他行，他真的肯跟我行，是吧？是的，那就開車尾誰比較漂亮一點，很明顯我那個漂亮一點，所以就拿那個上去了。咁個車頂就有冇拆？我試過拆，係拆到。睇先，邊個靚啲？都係我呢個靚啲。佢呢個無啦啦一撇嘢度。啲難揀啊，兩個車頂先外面睇我呢個好啲啊，差唔多。搞掂，咁就再試埋車尾嗰個咯。哦，係喎，唔記得咗嚟。就射你個車尾，好啊，成功。咁照咁睇，好似呢架反而靚啲，因為我呢架都殘殘地咁。佢個 logo 啊仲健全，係少少甩咗啲銀色咁。我呢個啲銀色啊仲健全。你乾淨啲，算啦 ，keep 曬先啦呢個。用翻呢間。What? 屋企係出唔到車嘅，唔知點解。屋企睇嚟都係要翻我呢個算，咁差。Hello. Go.
個唔知點解唔得啦，咁就算啦，要呢個都唯有對門都插唔到出嚟嘅啦。好，好完美。那你，有错。终于成功了，好感动。咁啊，完成咧今次嘅呢个测试，呢部嘢系非常之顺畅啦，连埋我依家有嘅零件系咧，咁就原本嘅毛病都唔少嘅，真系个车尾啊，唔知搞乜鬼嘢啦吓，车尾，好慢。開始錄唔到張卡。有啲好奇啲咩頻率？
天子毛，吵得不得了的。好啦，咁啊，条片嚟到呢度啦。咁呢格嘢就真系 work 嘅，有试过。咁我迟啲介绍片先搞啦。咁始终呢个电都落晒去佢度，唔系落晒你度。系啦，咁啊，条片嚟到呢度啦。估唔到我一啲旧嘢可以成功攞翻嚟换。翻啲零件，咁就唔使成格重新買過。雖然都好嘅，可以有翻啲靚啲嘅卡清，呢張就殘到不得了啦，幾多紋。係咧，唔知有咩方法可以整翻好啲，或者有冇複製啊？我想複製張卡咯，唔知邊度有嘅真係。咁好啊，條片嚟到呢度，中意啊 ，like subscribe 咁啦，訂閱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请不要靠近车门 ，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。